交西交新自107年7月创刊迄今，共发行了10期，第10期也于今112年7月出刊。在各村长、邻长大力协助下，亲自分送至乡内各家户，希望将交西乡进步发展历程中的各项建设、政令宣导、农业推展、温泉观光等，盼借着美其精要的报道，让乡亲更了解自己的家乡，也让交西的魅力让更多人看见。今日由交西乡公所主任秘书郑志昌公开抽奖，并由乡公所法务人员见证，共抽出20位幸运读者，可获得精美礼品一份。交西交心乡刊之命名，即是取公所与乡民交心之意，建立深厚关系与信任，带给乡民真心与诚挚的感受。不仅要传达重要乡政讯息，也要降在地人、事、物、生活、艺文及观光旅游等资讯，能够认识多元风貌的交西，并宣达施政成果与擘画未来愿景。这么完整哈，把它艺术化的话哈，可以说是相当特别。寄的方式，邮寄啊，不要他们自己来拿。这个我们会装钱，因为这样讲，因为我觉得这因为我们的乡刊本身我们有官网，那其实我们的参加抽奖的那个读者，他不见得是我们在地乡亲。对，如果在乡亲，那就请他就可以来我们的服务台领取。那如果是外县市，我们就必须要把它包装好，直接寄过去。内容编辑啊，可以再加强的部分啊，或是可以改进的嘞，欢迎乡亲哈，给我们多多指教。介绍我们乡交心在地的美食，所以大家应该就这个部分会很好。综合我们这次读者就是前回为这一些意见，我们就作为我们下一期第11期的精进的参考。对。